你要去哪儿啊？回来，穿个长袖，不穿不能出门。姑娘们，哎，你们知道你们最迷人的动作是什么吗？咬嘴唇。你们会吗？会。那咬一个吧。不对，是下嘴唇。The first man's name was Kiki. He wore such little pants. His brother was the champion, but Kiki loved to dance.张雨莲，你晚上吃这么多，你胖不胖？你说你胖不胖？我乐意，有本事你也吃。我不吃，我不想你。我胖，我有胸，你有胸吗？有啊。哪儿呢？给我看看那个挖进去那块肉呢。莲姐，啊，你觉得我哪里最好看？鼻子吧。我觉得我的眼睛最好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眼里只有你。So how does it feel like?为什么要给你讲故事啊？因为我无聊，所以我想听故事呗。因为你没有男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带你走过春夏秋冬，不想太普通。你知道我想爱你，所以是我主动。我见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我的菜。哎呀哎呀，嗯，想你想你想我，嗯。今天已背井过往，观众我的身体和厚重的肩膀，虽然从不相信所谓知道啊，你想过。那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告诉我，我娶你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我。你有空吗？啊，咋了？你帮我洗个东西吧。洗啥？喜欢我。
三木头人啊、哦、我输了。为什么？我动心了。好恶心。我动心了。一杯敬明天，一杯敬过往，观众我的身体厚重而坚。